又是我們了。那上次呢就介紹了 We 的 Series 的洗頭水液，今次呢我們呢就要介紹一個、上年才出的新系列，就是 Class Sets 的系列。那你就同三個顏色的，那我們不如講一下、它有什麼的 selling point， 交給同事。新的 Class Sets 它最大的特點呢就是可以改善白髮的情況，它裡面有的成分呢可以護我們毛囊老化啦，另外都會有五個小特點的。首先呢就是泡泡的情況啦，它比以前 Free 的系列呢會更加結實啦、綿密啦，變相我們去按摩頭皮的時候呢個摩擦力都會減低的。跟住呢就是內部結構啦，它亦都會增強嗰個彈力啊同埋保濕的，比 Free 的系列呢會更 rich 的。第三個呢就是滲透力，以前 Free 它 treatment 我們會建議敷五分鐘在個髮尾度，Class 成分又是 upgrade 咗啦，只要敷三分鐘就可以噶啦。好似方便喎，你都知啦，香港好懶啊，我都好懶，每次放分鐘真係好長嘅時間，要放真係有啲難度。冇錯啦，三分鐘大家好特別嘅啊！我哋公司真係叫做今次特登要改善嘅問題咧，就係味道啦，即係香氣啦。因為一路以嚟用開我哋 Free Series 嘅朋友仔都知道咧。其實、我哋啲味道係比較清，即係叫清新嘅，即係 light 啲啦。一定係一定係唔會嗰啲洗完之後仲有好大陣味會殘留喺頭髮上邊嗰一隻感覺。咁今次我哋特登咧係揾咗咧喺法國一個製造香水好出名嘅地方，咁而去調配我哋100% pure natural 嘅味道嚟嘅，係啦，得我哋公司先有嘅啫。咁所以咧呢一次嘅味道咧係會比起以前 V 咧係會更加明顯啦，同埋更加突出啦。咁佢個味道會以呢一個金桔為 base 嘅。咁佢有啲咩唔同咧？就係呢個係最傳統嘅金桔味啦，最基調。係啦，咁跟住呢一個咧就係會有啲比較 spicy 嘅味道嘅感覺，強烈啲。係啦，咁呢一個咧就會甜啲嘅，花香係啦，花香味會甜啲嘅個金桔。味咯，所以咧都會有好多朋友係聞完之後咧會覺得哇好舒服啊，比起以前咧個感覺好多咯。咁所以咧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值得、叫做大家去試我哋呢個系列嘅一個 selling point。仲有一個 point 咧，比起之前 V series 咧係會做得更好嘅，就係、是、佢可以改善到、防止咧叫做防止我哋頭髮咧會受到紫外線嘅影響嘅。咁所以佢特登加咗咧一個獨有 Edgevan， 又係我哋 Edgevan 獨有嘅成分，就係、是、個叫做。白米萃取物係啦，即係類似金酒。金酒咧，其實日本人好中意飲嘅一種營養飲品嚟嘅。大家去藥房唔係殺茄，同時冇錯啦，就係飲酒。咁咧，金酒咧其實咧係佢係發酵咗嘅東西嚟嘅。咁其實佢係一個好似日本人好中意愛嚟補身嘅一樣產品嚟嘅。係啦，咁呢個係我哋公司第一次將佢放落去呢個 hair care 度咧，去幫佢咧做翻一個補劇啦，補充翻營養俾我哋頭髮。另外佢都會加入咗呢個蓮花嘅萃取物咧，去做翻一個防止 UV 嘅傷害嘅。你知道而家其實 UV 嘅損害對於皮膚同埋對於頭髮都係非常之大，咁所以咧呢個都係我哋想改善咗嘅地方，所以都加咗呢一個成分入去咯。係啦，咁就會比起我哋以前用之後咧更加多功能。咁講完 selling point 啦，咁我哋就要講下其實咧顏色咁其實係點樣分翻先啦。咁其實咧，Re 嘅話，如果大家有睇上一段影片嘅話咧，就見到咧，其實佢就係越淺色咧就比較輕身啲嘅，咁、越深色咧就比較即係貼服啲咁樣嘅。其實我哋呢個系列咧都係嘅，咁橙色咧就放翻啲可能比較頭髮比較塌啲啊，比較想波柔啲嘅人咧去用翻咧，咁咧就會見到咧頭髮咧就會輕盈啲噶啦，咁就會跟落蓬啲。咁其實咧到啱啲短頭髮嘅女仔去用翻都 OK， 如果長髮好頭髮已經好幼細嗰啲人咧，好貼嗰啲人去用咧都 OK 嘅。咁而綠色啦，就好似上個系列一樣，都係用翻一啲可能即係冇乜特別啊，即係都係一般嘅秀髮咧去用翻咧，咁就 OK 噶啦。咁而紫色咧就可以放翻可能染髮啊，或者係啲好受損嘅秀髮啊，或者即係覺得好乾燥或者天生鐵線頭嗰啲人咧用翻咧，咁就非常之 perfect 噶啦，因為佢做出嚟後咧就非常之貼服，同埋會好柔順、好滑嘅。嗯，係啦，咁就呢個就係咯。深藍色嘅唔同。咁咧，其實咧，啱啱所講嘅嘢咧，唔知可唔可以解答到大家，或者對大家即係我哋新呢個系列咧有興趣啊，或者各其他問題咧，唔緊要嘅，你可以咧隨時咧上我哋嘅 Facebook 啦，去揾我哋啦，或者係喺 YouTube 度咧留言俾我哋啊，或者係 Instagram 我哋啦，咁或者咧最後打俾我哋直接去聯絡我哋咧都冇問題嘅喎。咁今日咧就介紹卡西呢個時段咧就結束啦，咁希望大家。
即係中意片片啦，係咯，我下次見啦，拜拜。